冰岛美综合报道，南韩团体 SHIEE 成员钟铉去年12月自杀身亡，得年27岁。他的早逝让许多影帝圈好友悲痛。少女时代团员泰妍回顾了钟铉去年所发的文，留言：“我好想你啊，钟铉。”让粉丝看了相当不舍。在钟铉离世后，泰妍立刻赶到灵堂为好友守灵，并带祝钟铉送的圣诞树举办演唱会。钟铉逝世至今已五个月，泰妍日前回复钟铉的IG，看到一篇他在去年6月所 PO 的影片，只见钟铉大口吃住蛋糕，还发出搞怪声音，逗得旁人哈哈大笑，如今看起来格外心酸。泰妍见到好友的身影，忍不住留言：“我好想你啊，钟铉。”虽然仅有短短几字，却将思念之情毫无保留的展现，粉丝们看了纷纷表示：“我们也很想他。”并纷纷安慰泰妍：“要好好就照顾自己，别让逝者担心。”自由电子报关心，因自杀不能解决问题，勇敢求救并非弱者，社会处处有温暖，一定能度过难关。钟铉由于泰妍交情深厚，反射自 IG 泰妍在钟铉的一篇下留言，反射自 IG 钟铉离世让众多人不舍，反射自 IG。